谈起战场上最让士兵畏惧的枪械，也许很多小伙伴都会说，那肯定是射程远弹药密集、打击威力巨大的机枪莫属。其实不然，真实的战场上最让人惧怕的是神出鬼没的狙击步枪，故而操控狙击枪的狙击手也被称作世界上最神秘、最恐怖的兵种。不管是过去的战争岁月，还是未来战争中，狙击手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。今天笔者就给伙伴们介绍世界作战最牛的四大狙击手。一、白色死神西蒙·海耶。在二战初期，苏联企图以两倍兵力占领芬兰，经过100天芬兰军队的顽强抵抗后，苏联损失惨重，而芬兰也保卫了自己的家园，这就是著名的冬季战争。这次战斗中最令苏联士兵畏惧、毕生难忘的就是芬兰狙击手西蒙·海耶。其战斗武器以射击命中度高、坚固可靠耐用著称的莫西内干狙击步枪狙杀战绩苏军542人，该数据至今未被超越。二、指挥官终结者马蒂亚斯·海臣洛尔。众所周知，一场战役如果指挥官被狙杀了，那肯定士兵会慌乱要撤退。在二战中，德军就有这样一位狙击手，在作战规模巨大的诺曼底岛屿争夺战中，600到1000米连续狙杀盟军8位指挥官，成功击退敌军八次几十万士兵的冲锋。他就是德军的马蒂亚斯·海臣洛尔，可谓战绩斐然。其当时作战枪械 98K 狙击步枪狙杀战绩345人。三、狙击女神柳德米拉。很难想象，图中这位长相漂亮、身材姣好、大眼睛充满纯真的美女，居然是一位杀敌无数、作战非常优秀的神枪手，可谓巾帼不让须弥。在二战时期，德军百万雄师入侵苏联，年仅24岁、风华正茂的柳德米拉是一位历史系的大学生，为保卫苏联，他弃笔从戎，做了一名军人。在敖德萨战役中，他熟练操控手中的莫辛内干狙击枪狙杀德军309人，是全球最牛的女狙击手。四、狙击之王张桃芳。他是我军至今为止战绩最高的神枪手，在抗美援朝时期，美军直言他是战场噩梦的存在。据记载，仅仅100多天的时间里，在五三区高地，张桃芳战士使用手中没有任何瞄具的马步枪，愣是800米内狙杀了214名美军，令美军恐惧不已，被誉为狙击之王。若论射击技术，完全秒胜前面三位。大家觉得呢？责任编辑。